刚一起去重要观光景点之一的加油铁马道，全长3100公尺，其中上水的一段是对南京路站开始。伫咧日时会当欣赏着两边美丽的田园风光，含光蜡树合为二型的绿色隧道。伫咧暗时啊，则是有50%美丽灯光打造二型的隧道光廊。加伫咧内底，参像是置身伫咧梦幻的时光隧道，而且逐天阴暗的6点、7点，阁有8点，拢有情景氛围灯光变换。江宜市政府为着鼓励民众暗时啊来遮欣赏美丽的风景，翕下美丽的相片，是特别来推出着抽奖的活动。对进入去到10月底进行，只要伫咧光廊隧道翕下发挥创意的美丽相片，都有机会会当抽到精美的礼物。那今天要来跟各位报告的是哈，怎么样在我们南京路的光廊拍出漂亮的照片、酷炫的照片？这就是我们跟同事哈一起去现场拍的，你看。哦，2024啦哈，哦，可以有各种花样可以玩，啊，其实这做简单呢，这不困难。如果你是用相机拍照，单眼相机拍照，其实你就是把快门的时间拉长一点，让它曝光多一点，就会有这样子的效果。这个名叫做光影涂鸦啦哈，我也是玩这个效果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有这个名啊。如果你是用手机拍的话，我建议你去下载比较专门的手机 APP， 它可以调整快门时间的。哦，你看像这个气空坡啊，哈，这把做触鼻耶。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去加油铁马到南京路逛，晚上去那边散步的时候，顺便如果有灵感的话，拍一些照片，上传到我们嘉士好旅行的脸书，就有机会抽到大白熊一卡通的那个卡片，还或是我们的夹脚托，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奖品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创意。活动时间到10月31号底，到时候我们结束之后就去抽出幸运儿，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谢谢。江宜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表示，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经费，得到交通部观光署核定，新台币6000万，投入加油铁马道阴暗的照明、人行空间、护栏、休息广场优化和新式公共便所等等的工程。已经陆续在今年3月、7月和8月份开放，并将上届关心的3座组合式的公共便所，分别位在南京路站凉亭边啊、重庆一街凉亭边啊、含德将军站边啊，将在10月份开放使用。最新新闻，张庭顺、王小璇、江宜市采访报道。该市光之影有公园的设定为2020年举办以来，每年创新突破。今年第5届烛光月影在中秋暗暝，特别甲国际级团队幽人神谷做为合作，以震撼的人声、歌声甲民众同欢。而光之影有为14号开播以来，已经吸引将近38万人到场参观，显示光之影有已经成为该市中秋假期中不可欠缺的活动之一。该市长观光新闻处表示，今年光之影有以嘉义古名桃城为主题，打造陶渊明的桃花源之意境，引领游客走入属于嘉义市的桃花源，也感受嘉义市世世代代好客气、大大小小拢嘉义的城市环境。嘉义市光之影在北乡湖，已经重要中秋节全国都要来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我想这不但是一个光影艺术的节目，我想年年不断的增进。今年我们光之影舞，我们又有新的创新创意，从14号开始到29号，我想我们度过最美丽的中秋节的时候，这连续4天已经有超过38万人次来到这里。我想这样的精彩，尤其今年的光影也带来全新更多的创意，而且更多的互动，我想很多好朋友把握最后的机会。该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表示，2024年光之影舞9月14日开播，登记到9月29号为止，每天暗时6点将会点亮北向湖公园。活动假期假日暗时8点，在弯月巨星舞台，也阁有特技、马戏、LED 等公演精彩表演。欢迎民众把握登记，多加利用交通运输、台湾好行光临我家线，也则是 Ubike 2.0 前往现场。只要民众提着悠游卡、一卡通电子票证，将免费坐车。近日活动资讯，欢迎民众上官方网站查询。新闻调频介市采访报道。该市民生公园因为老旧失修，该市政府进行整修施工，经过一年期的工程施工完成之后，今年终于完工，并在21号由该市长免费以及作为贵宾，共同为改造完成的民生公园进行中心启用典礼。
该市长明慧表示，重新启用的民生公园，民众将会使沿着道将军为公园跨到校园，享受水绿廊道上水的休困时光。另外，民生公园也将甲该大学完美融合，整修过后民生公园新增加水波纹广场、老龙绿地、光廊跨桥、水景广场、无障碍公共厕所等，要让前往散步的民众有一个放松心灵的悠闲时光。我们现在穿城之水，南绿环圈，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计划，能够环照啊，打造让嘉义市我们整个一个南绿，让我们开窗就能够见绿。开门就能够见林，看到了一个南绿环圈，让整个又有水岸又有绿树，这是一个非常好生活的地方。当然，让我们原本就有300多年的道江镇，我们把它再找回来，让它的清澈，让它呢能够环境更好。在我们这一边污水处理还没有做之前，我们至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水源，让大家在这里的生活能够看到一个不但有好的功能，更重要要有一个美感的好环境。那再加上我们有绿树有水，那整个穿越起来，更重要的我们把和嘉义大学做了最好的连结，特别要感谢我们嘉大林汉谦林校长，还有前任艾群艾校长，他们在跟学校的沟通，而我市府团队也不断地借这机会说明我们设计的理念跟我们所有的规划，然后跟学校通过的，最后通过了校务会议。我觉得感谢校长跟所有嘉大的老师同学们能够支持，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更好。该市长建设署表示，感谢该大学的支持，甲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补助，让年久失修的民生公园变成具有现代化的基感型公园。离公园位置的去开放使用，离改造过后的民生公园将会提升该区生活品质，让每一位游客、居民也就是乡民，都会使在公园中享受一个安全、友善的开放空间。新闻台民间的采访报道。九二一大地震25周年，嘉义市首度进行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和收容动员演练，整合着救灾的力量。这届演习和英国不同款，采用灾害防救演习规划和评估机制，以半预警、无卡本和无压缩演习视频的方式来执行。所有的演练都是伫咧灾情发布了后启动，由中央指派控制人员随时下达灾情状况，随即应变处理作为，接近着真实的灾害应变情形。而且伫咧每一个阶段演练结束了后，就会讨论演练的情形，提供同时回馈意见和改善的情形，提升着当地市面对着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全台湾同岛一命，所以我们的救灾是不分各县市政府的。所以刚刚进来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来自各县市政府的一个消防的救灾的一个量能，那希望可以从这个演练之中，那我们今天的最主要是一个没有脚本的一个演练，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去验证看什么样的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也刚沿路走过来，那也黄市长也帮我细心的去跟我说明一下我们的目前的一个灾害的一个预备的准备工作。那我想唯有不间断的演习跟训练，才可以在万一真的发生到地震灾害的时候，我们用最大的量能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灾害救助。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防灾日里面这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对于所有的演练都是非常用心，而且都以模拟实况，然后不断的演习演练。那我想真正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好最好的应变。今天不只是我们行政院，还有内政部啊，甚至消防署，大家各个单位来跟我们做最好的指导。我想嘉义市一定是不只是我们自己做好，而且面对邻近县市，我们也会互相支援，互相加油。那我想愿天佑台湾，天佑嘉义。为着让演习的情景更加接近实际应变流程，今年度的演习特别在20号透早10:30
以江边运动公园为中心半径2公里，东部用细胞公布服务来发布着灾害各景的消息，后面将会当提早采取着应变的作为。即届参加演练的救灾单位，除了嘉义市政府各相关局处、公所参演之外，佮包括着公民营事业单位、灾害防救和自身团体、非营利事业机构、社区志愿组织。含对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南投县过来的消防同仁，总共45个单位，各式救灾车辆65车，人员410人来共同参加。最新新闻，张丁顺、吴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世界七摇滚音乐季10月12日到13日连续2天，在该七文创很可信大演出，东港总共有28组摇滚乐团轮番就定嗨翻全场。离东港仅邀请香港乐团血肉果汁基地超强乐团来加演出。18日文化局特别举办记者会，并邀请格林奇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为活动甲开序幕。该七条免费也亲自到场宣传，宣告活动东港将28组德文摇滚风格乐团，一连2天在嘉义文创园区登场，邀请民众踊跃来到嘉义市参加一年一度的摇滚音乐季。10月12、13这两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这双舞台，然后大家一起来嗨。我想这有金曲奖、金鹰奖所有最好的优秀乐团、独立乐团来到这里，更重要的，这是双舞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展现出我们摇滚音乐季大家的一个嗨翻天的那一种感受。而且我想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乐团，这一个人气乐团，他们都非常的用心，无论是演唱，无论是在词曲上，都真的有很多元很大的突破。更重要的，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一次更邀请了香港人气乐团凡哭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而这两天最重要的最后的压轴，一个是明先生，一个是我们血肉果汁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精彩跟他们的演出，我想最重要是免费的，请各位，我想这两天就在我们国庆日的假日，请大家来到嘉义一起来参与我们侏罗摇滚音乐季，让我们用马拉松式的一个音乐来带给大家整个城市，来祝福国家生日快乐。该市政府文化局表示，该市摇滚音乐季是为了鼓励喜爱音乐的少年人，提供因展现自我才华的机会。而去年音乐季首次变名为侏罗摇滚，并甲专业节目制作单位合作。除了演出团队拢是独立音乐界的人气乐团以外，更创下2天拥有20万人的历史纪录。而今年总共有800组的乐团报名，而在评审之后，选出16名优秀团队来该市参加演出。该市政府希望将侏罗摇滚打造成全国性指标的音乐节，同时也会使选出具有潜力的好声音，提供独立乐团一个优质的演出舞台。新闻调频该市采访报道。中文国小舞蹈班桂冠精灵舞团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为113年教师节表扬大会甲开序幕。今年表扬大会总共有225位的老师含教保人员接受表扬，包括教育部司铎奖1位，各中小学特殊优良教师35位，优良教保服务人员3位，含服务满10年以上资深优良教师186位。嘉义市长敏辉亲自到场颁奖，恭喜着。老师也来感谢他们对着教育的努力和付出。
教育是希望的工程，那老师就是希望工程师啊。无论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重视教育，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有最好的根底，然后城市未来或者国家未来，更重要的孩子未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希望。所以今天我们在大业国中在这里表扬我们今年度的优良教师，玉山国中钟孟章钟老师，他得到师铎奖，特别安排了钟老师的学生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孩子拿出钟老师过去给予他们的讲义，那每一个都是用手写的。那这一份热情跟用心与关怀啊，还有他对于知识的要求跟自己不断成长的追求，这都是看在孩子眼里都是最好的典范。那今天钟老师能够得到我们的师铎奖，这也代表着他真的是我们最重要的典范。同时今天有225位老师，其中35位是我们国中小特殊优良教师，还有3位的教保员，更重要还有40年有2位，还有我们30年、20年、10年，我想总共225位的老师在表扬的过程，每一位都是满满的故事、满满的感动、满满的热情跟满满的用心。那在这样的认真用心规划的典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温暖的，是有温度的，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教育。再一次的闽会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感谢所有的老师，感谢有您。那祝福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天天开心，我们孩子在这样的教育园地里面成长快乐。今年刚一期以教育领航新因素出发，得力分享新世代传承作为教师节表扬大会的主题，点出着教育因素需要靠着世代传承，更是对着所有教育工作者高度的肯定。刚一期的囡仔最近伫咧巴黎帕运国际技能竞赛、竞技蝶杯、中小学科学展览等等，全国各有国际的比赛当中，纷纷取得好成绩，嘛来展现家己的精神，佮有教育的成果。也因为有老师无私的陪伴支持囡仔，互因伫咧知识含心灵会当继续成长，培育出具有应变社会能力，而且具有未来影响力的世界公民。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甲义奇采访报道。2025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长照和医疗的需求增大。江宜市日前举办国际在家医疗座谈会，有医护人员、长照人员、医师、药师等等将近300人参加，和日本在家医疗权威小仓和也医师，和台湾在家医疗协会理事长余尚如共同研讨。希望借由日本成功的经验分享，让更多有这个需求的民众会当在厝里得到适合特性的照顾。未来的医疗模式不会只有病人去医院、病人去诊所，会发展出第三种，就是让医生到家里来照顾病人。这个是因应高龄社会到来需要发展一个新的模式。那我们嘉义市呢，其实从事这个在宅医疗、居家医疗应该有将近10年了，所以我们其实嘉义市现在也有30多家的这个医疗院所一起来加入这个在宅医疗了。但是我们在这执行的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卡卡的，就是不顺畅的地方。那因为我们今天来演讲的这个余尚如医师，还有日本的八护士的小仓和也医师，他们在推在宅医疗都非常的有经验，尤其是小仓医师他们的八护士在日本是很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很难得可以邀请到小仓和也医师到嘉义来，让跟我们在地的在嘉义县市甚至云嘉南南区医疗网的这些我们医师相关的这个伙伴呢，大家一起共聚一堂，一起讨论，我们希望对我们台湾对嘉义未来都可以发展出一个更好、更适合我们在地的这个居家医疗照护的模式，还有相关的资讯系统平台的建制，让整个在宅医疗的照顾可以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地安老。小仓和也医师嘛，分享伊伫咧日本青森县八户市串联病院诊所、齿科、居家支援事业所。
大小机构、居家护理所、居家照顾局、药局等等的这类，建构社区医疗照护团队，整合资源，建立资讯共享平台，到厝里来服务。同时结合着科技，用视讯 AI 来提供着医疗门诊。这个做法因应日本现在超高龄社会是愈来愈受到肯定，而且对科技人员的素质持续前进。台湾在家医疗协会理事长余尚如医师，在咧几年前，马来引进着日本长期的联系协力模式，协助江宜市的团队建构着江宜市医疗到厝服务计划的方案，透过无同机构单位的合作，来解决长辈伫厝里会面对的医疗问题，满足超高龄社会需求。最新新闻，张丁顺、王秀全，江宜市采访报道。99对结婚超过50年的老阿婆，21号在家内双子大饭店汇集做会，参加该一种举办的叫有天成幸福永恒金婚礼赠活动。活动现场包括该一种免费，该市议长陈志文以及几位议员、里长拢亲自到场见证。该市长免费今年也特别献上祝福，并准备礼券，赠送给今年参加的金婚翁阿婆，祝福因继续恩爱百年。每一年在办的金婚礼站，都是看到满满的幸福的人，一对一对走到我们这里来一起报名。更感动的，今年有99对，那超过60周年，超过60周年有32对，我们真的非常感动，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刻人生当中，这个过程有足济真困难、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克服了后，总是能够享受甜蜜的成果。我想一个家，幸好每一对夫妻大家携手共度难关，也把一个家打给括号，所以我看到真的新婚礼站的时候有很多家人的陪伴，我们就在我们最美丽的地方、最 nice 的地方找到最 nice 的人，大家一起家人的团圆，我想这个时候好像他们的新婚一样。所以呢，我们虽然是金婚礼站，但是超过60年等于有32对，所以这钻石婚，所以我们祝愿大家在这里，我们随着现在的一个发达医疗的发达，还有我们技术的进步，还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 DNA， 希望大家人拢会当平安，会当健康，会当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看到社会这个离婚率呢，可以说越来越高哦。所以咱来非常感谢，有咱的市政府哦，伫每一档拢来办理这样尔有意义的这个金婚的一个礼赞的活动哦，那来保养我们所有我们这些模范夫妻，那你们呢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典范。我想可以走过婚姻这么长的时间呢，除了咱讲的共爱共歌，就千年修得共枕眠之外呢，其实更多应该是来自于我们夫妻之间大家彼此包容，那更多的依赖，所以才能够走过婚姻所有的酸甜苦辣。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掌声送给我们今天99对我们幸福的家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成为我们最好城市的一个典范。99对金婚翁阿婆中，婚龄上长的是沈明元先生甲沈张瑞祖女士，两个人结婚近68年，离现场结婚60年以上有32对，50年以上有67对。该一种也欢迎结婚超过50年以上的翁阿婆，会使每年拢会参加金婚活动，要让每一年的金婚活动拢让人感受到幸福满分。新闻调频道七彩凤报道。对于2020年开始，嘉义市政府启动古城创新新计划，透过青年创业、中学创新和文旅创新三大策略，为古城区注入新的活力。放大二通圈是古城创新新基金计划阶段性的里程碑。嘉义市政府在23号特别召开记者会，宣布对国庆连假开始，将推出着一连串精彩的体验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体验古城。在非常棒的国庆的10月10号之后呢，我们就有两个连假，10月12、13，还有呢10月19、20，两个周末都可以欢迎邀请全国各地的这个民众都可以来到嘉义，一起来吃喝玩乐，来了解我们的文化，来吃我们的美食。
那这个放大二通圈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会有两个非常酷的柔软剧团所的一个表演，然后呢，我们还有三条超深度的导览路线，还有六个独家开箱的空间，还有七个手作小体验的一个独家的体验哦。所以呢，希望你一定要过来体验，可是平常过来体验不到的呢。负责策划这届活动的岛内散步团队，特别规划两场的剧场活动展览，三条二通路线，六个空间开箱含七种的手作小旅行，放大参与者的想象，串联在地店家的故事。放大二通圈的这个活动，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个林聪明、扎国宇一头的警长，我们的林佳慧。一起来帮为我们共襄盛举，我们有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请到佳慧来去分享我们这个林聪明扎过一头宝贵的经验，而且他还会带大家在我们的儿童街区上走走，把这个儿童的这个故事呢介绍给更多人认识。放大儿童圈活动特别强调全方位的五感体验，透过手作工艺、展览等等新形态的体验方式，将原有街区的历史和文化重新来做包装，好比就唔那是当听到地方故事，看到深厚的文化气氛，佮当闻到独特的在地气息，闻到工艺温度，品尝在地的美食，实现全方位的感受和体验，和大家用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深入到自通的心。哇！最新新闻，张定生、王秀山、江义奇采访报道。